乐队，它是青春热血。我入行到现在，遗憾就是我没有缘分去组一队自己的乐队。乐队是一种依赖，是伙伴，也是兄弟。乐队呢，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算是一个每一位年轻的男生都想去放肆做的一件事情。我是用一个企业化的逻辑去对待这个节目，所以才叫做我们的乐队公司。我们把平台留给一些喜欢音乐、喜欢乐队的乐手，大家一起磨合，一起训练，变成一支顶尖的乐队。过去的十来年吧，我们的乐坛受到很多外国的影响，但是我不希望我们追随着人家的东西迷失了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我很希望以后在国外他们也是听到一支中国的乐队。几个人编了一首歌，这个是最有 magic 的一刹那，这就是乐队。